莫非你哋兩個中間又有想一個 crossover 呢度？各自各整之餘，我係好寫嘢，我sorry啊。係會唔會有可能因為今日太忙係未食早餐，夠唔夠力啊？OK啊嘛？頭先你都講過啦，即係如果有時間，即係希望可以自己整啦，冇時間都可能要即係揀啲健康嘢。呢個都係你嘅選擇。係啊，因為其實娛樂飽到㗎，同埋咧。 一朝早食啲生果咧，嗰日個腸胃都好啲。都見到啦，佢個選擇方面咧，其實好有營養啊，有娛樂之外啦，有啲谷物啦，有啲果仁啦。同埋佢呢個方法咧，我都睇得出佢係有心機。而家好多人咧會中意自己整啲食物咧，可能係拎出去去picnic啊，帶翻去公司食啊。你知大電視都睇到少少啊。中間，唔該。